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。走。你的经脉已经被我锁住，只要一动脚就会残废。元妃日月，我们早有协议，你助我一统江山，我帮你对付丰臣秀吉，重返扶桑复国。我以为你一直忠心耿耿，原来另有阴谋。我知道中原有一本武林奇书叫《葵花宝典》，在你手上，我想看看这本书上的神功。好，不过你看了之后不要后悔。好。没有人知道我会把宝典穿在你的身上。师兄，语言不通，我们怎么查看呢？小心，你发现了什么？被人发现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走。师兄，他跟着我们怎么办呢？引他到僻静的地方，速战速决。お主はどこの里だ？下一句是什么？今日からまいだ。今日からまいだ。東京だ、東京だ、快说。東京だ、東京だ。进阵！骇人的剑。转奇迹，道义光刀，刀法无极，哎。